拜拜哦。我们这时候走去那边。大阪根哈、啊。可是我们要看地图吗？嗯，不用啊。不用了。你看，有很多人在下面照相哎。什么？他在下面照相啊。嗯。咦，那个不要拉，窗帘不要拉，会坏掉哦。嗯。你看，那树好长。嗯，太长了吧！哇、哦，下面有个大池子。你看有月亮，你看。有那里有哦，真的有月亮哎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说的吧，嗯，我只看到云。可是怎么没有人在游泳？我看。啊？你说哪一个？就前面那里呀、啊。那一个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个吗？因为太冷了吗？是不是太热？都太冷啊！都去那一区啊，都在另外一边那一区。那边哦，那边是泡温泉的。那边，左边是温泉，啊，右边这是冷水的，这家都没人。